在整个台湾岛屿之中有超过268座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。如果想在旅行中轻松感受台湾的自然风光，不妨考虑一下预约当地的 camping 露营体验啦。今次带大家来到新竹县五峰乡的无扰，营地坐落于高海拔的山区之中，提供非常完善的露营配套，大家基本上只要带齐行李就可以入住，啱晒贪玩的懒人参加。无扰是台湾的网红推介营地，这里不单止享有地形优势，天气好的时候更加可以看到云海风景，在樱花季节更加能够在营地赏樱。营地提供多种住宿方案，记者今次就在山谷小鹿的营区参与了120的活动体验，每个帐篷可以给2至5人入住，平日收费由台币5500元起，视乎日期和人数而定，帐篷有近5米高，特别以原住民的泰雅风格为设计，入面有两张双人床、梳化床、风扇、液体电蚊香等等。帐篷出面更加摆放了4张露营凳和1张台，可以同好朋友享受露营时刻。膳食方面，120亦都包括迎宾小点、原住民风味晚餐和早餐，通通以自助形式供应，大家可以按喜好选择心水的美食。除了营地高质，活动体验亦都有意思。活动由原住民猎人响到大团，参加者将会在晚上组队踏入深山之中，戴上头灯搜索猎物。过程之中响到亦都会讲解分享泰雅猎人的打猎文化和英勇故事，最后更加会筑起营火，分派竹筒和竹签，等大家一边品尝原住民米酒，一边烧烤棉花糖。活动体验独特，非常值得报名参加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